有人，不是有东东。那包裹在哪？你知道他说的包裹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他说游戏包装。啊？是的，游戏包装。哪里哪里？就是游戏包装啊。在哪里呢？游戏包装就在你的眼前呢、啊。有没有看到、啊？下面会是对啊，我用的，可是好像延迟很大这样。没有啊，游戏包装好吗？游戏包装。Metal Gear。他说游戏包装的背面有写。嗯，游戏包装在哪里呀、啊？就在桌上啊。桌上。桌上，对，桌上。这个桌。我没有说这个桌。那就是这个桌，游戏包装放在桌上，哪里呀、啊？你有没有看到？白色透明壳子啊，然后白底啊，上面有 Snake 跟 Mailing 啊。哦，看到了，在哪里？这个。嗯，我们来看看观众说什么。快点了，在哪里啊？啊，他就说游戏包装啊。哦，你终于拿起来看。然后呢？他说背面没有。哦，那我们把它打开，因为这是 best 版。欸，打开以后，单独潜入极限的紧张感，然后后面有一大堆图，什么小岛社夫监督作品 Metal Gear Solid。然后呢？欸，我们来看看这八张小说图里面有什么含义呢？1401我是什么呢？我们来打打看，可以打、哦，按上下。还是左右，应该按左右，可是没显示啊。怎么办？因为模拟器。怎么办？114015嘛。我要调模拟器也讨厌。先记录。欲多则会生什么伤吧？我看得懂，怎么办？谁有口头吗？